感谢主，让我们有一位信实喜乐的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齐力一起来敬拜他。我们彼此问安，跟大家讲说，你有一位喜乐上帝的神在我们身边。你有一位喜乐上帝的神在我们身边。哈利路亚。
是的，你住在我们里面。主，我们要像栀子和葡萄树连接起来。主，我们要说每天、每一夜、每一分钟，我们都仰望你的恩典。不管在患难，或在喜乐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都要紧紧跟随你。主啊，愿你的恩典就在这里彰显。主啊，你就在这里。从此不再忧伤。
怀抱里，我们能平安、自由、拥有希望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感谢、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